学长，看来历史是可以改变的嘛。 喂，猫啊，没事吧？有事。能起来吗？哎呀，不能。哎呀，啊！干嘛？哎，上来。你认真的吗？那我不客气了。哎呀，我看你也没客气啊。 桃子，嗯，怎么啦？我想喝水。喝水。啊，张嘴。啊。你说你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摔成这样呢？这大概就是命运的反噬。啊，这大概是命运的礼物吧。 怎么摔了还是礼物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听苏婉阿姨说，是吴景浩背寒背回来的。真的吗？嗯，你还笑呢。要不是担心你送你出去，我能摔吗？不是你担心我什么？哎，算了算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还喝不喝？